什么？好，开始了。妈妈最后开箱自己人生第一个 LV 哦。这是我送给自己的31岁生日礼物。你31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、啊、？Louis Vuitton。Louis Vuitton came from France. Bug, big bug， 是不是？是不是还蛮那什么那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一个就是 thank you letter。我还以为是你自己写给自己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呢。那我看见没有这个没有写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的信吗？31岁大寿是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有写呢。行，快点吧，这都有1/4都过去了。啊，四分之一了，那我也得看一眼啊。可能是路易我烫着写给我的，一个 gift card 之类的。哦、oh, ，我忘记写 message 了，想不起。Whatever。嘚儿逼的。Bag is more important。好了，你帮我开开吧，好不好？反正以后这个包也是你的，好吗，阿奇？好，没事的，这个、以后是你的，好吗 ？Wow, it's a bag. Wow, so cute. Q 不 Q 的狮子？小包包，我的 war tool。这么小，是不是这简直就是给阿奇背的吗？看杯巾，为什么杯巾？还有一个贵宾犬，因为他就是可以选一些贴纸，我又不想选一个上海。天哪！都行，好多东西，有两个袋子，是不是？妈妈把这个好玩吗，狮子 ？Let me see how to shrink this。好玩吗？还有几分钟？还有1/3吧。啊，还这么久呢？嗯。你看这个包有好多种背法，宝贝。妈妈教给你的。你看，可以。要包。好，那你当我的小模特，好不好？你简直是 naughty piggy。好，妈妈给你关上，然后你背好吗？你是我的小模特，好吗 ？OK。你看，还有一个小袋袋。可以这么跨。你让爸爸看看。嗯、啊、，Big Funny 是不是？是，是不是 Big Funny？ Funny right？ 啊、ah, ，cute， 是不是？你太矮了，你这个袋子可以，你看袋子还可以收缩，现在是靠妈妈给你收缩。你可不可以看着爸爸呀？你是我的小 model。你可爱吗，狮子？你是一个奢华的女孩。可爱是不是？可爱。你要打开吗？嗯。你看它新款的这个包包，就不会有拉不开的问题。看，拉链非常的顺畅。啊，不错。Very good. OK. 行。Bye. Bye. Bye. Bye.